好的，我们现在人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的圣谷西部雅，西部雅，西部雅其实跟台湾有人的一个人蛮像的，好，西部雅，西部雅，西部雅，然后不好笑，喂，没有，这次公司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我们买三样东西，对，因为要考验 MP 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敏锐度。哦，这次来了什么？是一吉祥物。这是什么？朱心亭啊，对啊，跟小叮当一定有关系，哇，是跟橘子有关。可是它这边有个点，它的眼睛有可能，可能是眼睛。好，另外一个提示是，很像那个屁桃的屁股，有可能是丑比头，因为也是很流行的东西。对啊，丑比头不是趴那里啊，丑比头的屁股。所以规则是什么？限时30分钟，要找到各三样，对，跟这个照片的内容有相关的三个物品，不然呢，我们晚上就没有饭吃。不啰嗦，出发吧 ，Yes，Go，Go。我在这边呢，一定要问一下当地的朋友才会知道。当地的朋友最有名的那个小巴，小巴，请问一下，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有感觉，知道是什么了吗？知道，全部都想要 you， 任何的线索都不能放过。喂，聊什么？只要跟这个屁屁有关的，都是我们的目标。会不会在这边？吉祥物，有可能，有眼睛。绿的，是他吗？卫生局名医辉，我无缘无悔，我哦哦哦。唱什么歌？这是我们的新歌，我们的主唱。听起来好像没想到，好听。失恋了，没有人买专辑，糟糕了。你知道吗？我在对面聊天又听到你的声音，超多人在看。我觉得好丢脸，超丢脸的。但如果想要听好听的版本的话，可以到那个唱片行买我们的。而且我想送你四个字：不知羞耻。你看他表情多痛苦，夫妻脸的，在旁边看一下，一模一样。哎，好。这种大型百货都有，我也觉得。大型百货前面 loft 的。Loft， 因为它是卖生活杂货的地方，日本才有。对，我们进去一探究竟。好。对啊。凯凯，我刚才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什么？这叫优良代表的意思。错。Gay Bay 的意思就是好色代表。这个东西。这我有一个日本的小名叫做吉冈，痴汉的意思。喂，嘿，好想练成肌肉，我觉得买那一件就速成了。他是不是还有个马？你有看到？对，而且还有眼镜。这不能播。我找到了，快点！这个对不对？这个这么微妙，拿出来比一下。他把帽子拆下来就一定是了。但没有这个绿叶子哎，我找到红点了，不是。大家看到这个对不对？一定会以为就是这很普通很 normal， 只是一个一般的存钱筒，干嘛拿来挖出来对不对？完全不是，怎么样呢？试试看。你看他们附上附随是不是很快乐呢？烂，哎呦，常常自制生皮 MP。酒鬼阿翔，郑重推荐。我要推荐给嘎嘎，啤酒王。这怎么用啊？怎么用啊？把啤酒放进去。对，看，就像这样，把啤酒倒着，所以不用去开，然后再用杯子接，它就会上面还有啤酒花。怪里面还是啤酒。废话，怪什么？会变冰沙。什么东西进去，这什么东西出来？它真的还好，因为大家喜欢喝那个泡的。对。好了，快，我们快去找，快去找，时间来不及。我全部都想要 you。我今天如果看不懂日文的话，真的以为这是雷神巧克力。那是什么？这是不是雷神巧克力？是什么？这是刻章。这是蟑螂。现在好需要这个啊！这是刻章。雷神巧克力。刻章。雷神巧克力。你们还剩下15分钟。快点！时间不多了。Big Ben 哪里？这是太阳
这一刻画面都变好看了，再回来到你们，啊、好难过。不行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漫无目的的搜寻，我们要来问真的知道这个的当地的人，好不好 ？You know this picture? You know what is this? Good day, 什么 ？Good day. Good day, 什么 ？Good day, English. Good day, 什么 ？Good day. 一样哎，对，所以这一定没关系，到地的这样就可以去问店员说这里有没有卖 Good day, 什么 ？Good day, 什么？在搜寻，我在搜寻啊，因为我们刚才 po 上 IG 说我们在涉谷，所以一定会有歌迷朋友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的。艾姐 ，MPK 有这种车吗？艾姐直接头也不回的走了。我现在要找的是什么？吉祥物，哪里最多吉祥物？迪士尼 store， 迪士尼什么样？你感觉它最像哪一个迪士尼人物？史瑞克，哎，对，史瑞克是梦工厂啊。哦，其实也蛮像维尼的、啊，对啊，维尼长那个竹蜻蜓，哎，有可能，维尼被剑插到，或者是被哪里不像被剑插到？不然这样好了，问一下，该去迪士尼的朋友。こんにちは、すみません。知道これは何？これ？はい。これ。ディズニー？ディズニー？No。これは名前は？これの名前？名前はルナシ。ルナ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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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找到线索，就是已经知道他的日文名字叫福纳西，好不好？然后不在迪士尼，然后找这些在。哎，跟你说，只要是跟提示有关的，我们都要试试看。我们刚好大家都肚子饿，因为刚好饿，先吃再说。所以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有可能会是它。先排。所以我们先买了再说。啦啦，我买到了，达成了。所以你是小谢的腿。哇哇哇哇！我们发现它有很多那个酱料味，你不要撒太多，一不小心就撒了。哎呀！哎呦！喂！撒什么？我看你撒的调味料，我肾脏都痛了。好了，来试吃一下。来，感觉怎样？其实炸鸡基本上好吃，就是除了外面脆以外，咬进去里面要嫩，而且要喷出汁来。这个鸡非常的新鲜啊，新鲜的鸡。烂！不卖，还没吃。他们日本人真的很多巧思，你看这个盖子盖起来，他还做了三只小鸡的这个通风口。对，因为怕一直闷在里面。对，因为炸鸡你刚炸出来，如果闷掉要软掉，就影响它的口感。没错。贴心，软掉。你看它里面软掉，照你啦。喂，不过，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那么多的鸡块里面找到一个形状跟这个屁股接近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任务完成？我找到了。哎，是吗？我们比照一下好不好？比照一下，来比价比价。答错了啊！而且这一个东西你们要自己付钱。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答错了，所以不能报账。是这个了吧？这个是福纳西耶，福纳西，福纳西，福纳西耶，看一下。后面有人，皆さん，叮咚叮咚，你们找到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先要挑三个，这个周边，我觉得这个很可爱，送给公司的，这个我觉得 OK 啊，再挑一下泡面，这是沐浴球，泡面，收到了，沐浴球 OK 啊，还有出川奇，Let it go， Let it go。世代了啦，世代啊，这个东西只适合古古代，古古，我已经拿了。雷哥，雷哥，请帮我 cue 原版的 CD， 因为我唱的会走音。头戴大帽子。哎，可以呢，安娜。
是不是？这个屁股，终于。你说的是吃的啊，这不是吃的啊。我找到了。哦，恭喜恭喜，冰棒冰棒，不好意思，35分了。哎，真的假的？耶，任务达成。确定有达成吗？有，来看一下这个。好，这个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屁桃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是什么呢？请看。哎呀，蛋黄哥，我来了吗？有没有蛋哥？蛋黄哥，你看，对，你看这个蛋黄哥。对，你们以前我，你们买到的东西是什么？竹蜻蜓之类的。哦，船离经不那西，在这里，这边，画面，耶！好啦，虽然只差几分钟而已，但是还是给你们吃晚餐啦。谢谢，谢谢，我们终于来到我们朝思暮想的一兰拉面。有啊，就是吃这个泡面啦，什么？我也不是泡面，一兰拉面。对，我们其实，在来日本之前就一直想着朝思暮想，要我们这次一来一定要吃到这个一兰拉面的。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一兰拉面来做今天最完美的 ending 吧。谁在跟你做最完美的 ending？ 交给你，好不好？我全部都想要 you make a dream，首先呢，拿到这张纸要先怎么样？要填写你的那个喜好，他会问你说你的口味要清淡一点，厚重一点。有中文哎。对啊，叉烧肉要还是不要？当然要啊，谁不要叉烧肉啊？叉烧肉这么好吃。它只有八号，现在目前只有8号是空位。哇，所以依然平常时就是很多人，除非你晚一点来，但晚一点的话都是外国人来，外国人比较多。因为外国人时差真是时差的，外国人气氛。那么这样说，我们也是外国人。拍啥？有没有感觉很 lonely 的感觉？对，因为为什么大家来这边吃个拉面，他每个人都这样一间一间隔开？你看啊，他这边还有窗帘。他刚才跟我讲对话完，就把窗帘拉下来了，我就一开始与世隔绝。那他送菜的时候再把这个窗帘拉起来，送菜给我，我觉得想要看到对方，想要说声谢谢都没办法。对，感觉跟大家坐在餐厅里面吃饭，各自在滑手机是一样道理。来了来了，就我刚才注意到旁边有这个很可爱的，就是应该算是问卷单吧。我毫不犹豫的，还没吃就先给他填了一个好吃，真的也算捧场了。好，我要来喽。拉面，我真是细面，就是要加。龙你的吃拉面。龙你啦。怎么样？哇，很好吃哎！我喝喝看。我在台湾也很爱吃，因为台湾最近也开了很多间不同的有名的拉面店，然后我喜欢吃的是那种味道很浓的、很浓的拉面，但是我在吃那种味道很浓的拉麵。所以你喜欢吃味道很浓的？对，但是它的汤都很稠。对，它汤都很稠，然后这个是一兰拉面，它是汤是那种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有没有正常的感觉，汤的感觉，可是它的浓郁度是没有差的，一样是超浓郁。吃一下它的叉烧。怎样？叉烧很嫩，摊牌，好不好？我已经吃完这个传说中的一兰拉面。为什么每来日本必点？对，因为其实它真的很厉害，就是它可以自己做自己初步的调配。那我刚刚点的是小辣，其实日本的拉面味道其实还算蛮重。雷宝刚刚点的就是最清淡的，对我点最清淡，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那个。正统的日式拉面，它其实是非常之浓烈，面的硬度也可以。摘啦，摘啦！我现在问你是吃起来口感怎样？因为我挑比较硬的面，所以我吃起来口感我蛮喜欢的，因为可以自己本身喜欢吃硬的就对了。这个吃硬不吃软。OK， 对。OK， 完食。有没有？我这是我鼓励他们的啊，不是，这是我鼓励他们的好方式，就是把他们用心做出来的好拉面给吃完。怎么样？我要走吧。谁在我们出场撒野？谁在我们伤口撒野？我们联手杀敌捍卫，生死同进同退。谁在我们出场撒野？谁在我们伤口撒野？我们一生血拼一回。